名必去景点大三巴，原来四周都藏着非常精彩的私房景点。来到这边可不要拍个照就继续跑行程，在四周逛一圈，说不定会有满满收获。而位于大三巴牌坊后面的天主教艺术博物馆与墓室，就是其中一个深度旅游好去处。白色墙壁上浮雕细名题冠名，充满当代艺术感。馆内摆放着大量珍贵宗教文物，像是油画、圣像、礼拜器物等，充满神圣色彩。虽然大三巴前身圣保禄大教堂已随大火而去，但在这里照样能找到当年的圣殿庄严景象。